的隆冬庆。该节目意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上文节演绎传统与时尚的碰撞，演唱了根据与古道情改编的《夜之妙思》，当中他用法语写词，包括善恶和哲学。李谷一老师直接点评，不太喜欢在中国的舞台上，尤其跟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用外国语言来唱。而尚文杰解释，世界音乐作为特别的一种曲类，所面对的听众不只是中国听众，如果把这门东西用得太深太原汁原味，他们会觉得听不懂。明白了，尚文杰的办法就是先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翻译成外国语言，让他们听得懂，然后再进行传播。而李谷一则认为，我们作为文化使者，一定要学习中国文化，宣传中国文化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。音乐是无国界的，通过旋律感觉外国人能听得懂你唱的是什么，不需要你去翻译。对此你更支持谁的观点？图片源于网络，秦泉山。